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谈谈工作的意义，除了领薪水之外还有什么。现在社会中有很多人每天早上赶着车子去上班，晚上回家，隔天早上呢又急急忙忙赶车子去上班，每天过着忙忙碌碌的上班生活，面对种种纷扰的人事物，周而复始，日复一日，因此呢开始怀疑自己上班工作到底除了领薪水之外还有什么意义。关于这点，我们现在就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哎，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如果你觉得领薪水领得很厌烦了，倒可以到我们农禅寺来做义工，可以不用领薪水。但是没有薪水你怎么能生活啊？每天开门七件事，总是要有钱呐、啊。没有钱不能够活。在过去的农村社会呢，就是日出而住，日落而息，这也是工作。现在的是上班下班，这工商的社会，工商业的社会呢跟农村的社会有一点不大一样。说农村的社会简单呢，他到田里边的工作所接触到的是泥土草，以及啊他自己耕种的一些这个粮食植物，并不是人。但是现在我们在工商业社会的人呢，在工作的环境里边遇到的都是人人人人人，你不管是做什么工作都是有人，上边有上司，下边有部下，左右有同事，就是说你是一个老板，上边没有人了，可是跟你呀、啊、有客户，有你互相的来往的，还有啊政府。工商业社会跟人的关系啊太多，而且太复杂，所以有许多的人呢、啊、觉得生活在现代里实在是太痛苦，非常羡慕啊古时候的人能够啊天天种田就好了，不需要这样子跟人与人之间呢、啊、发生这些问题。我想不是因为工作而有这种啊困扰，而是啊工作之中跟人发生的问题而有这种困扰，这是正常的了啊。人给你麻烦你也给人家麻烦了，人给你制造一些困扰你也给人家制造一些困扰啊，你觉得无奈人家也觉得无奈啊，所以是非常合理非常公平的。我们人和人之间相处一定有问题的，因为个人的想法不一样，个人的立场不一样，个人的呀层次不一样，一定啊这个都会有冲突有摩擦。这个是啊，所以这一病这一的厌倦，这个是在我们现在工商业社会是非常普遍的。可是也站在佛法的立场，如何来疏导这个问题？我们相信自己呢，每天吃饭、穿衣服啊、睡觉啊、走路啊，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生活的资源都是有其他的许多许多的人呢、啊、来工作，才有我们今天生活的环境或生活的条件。如果没有他们的工作，我们这个生活啊就没有办法维持。因此我们自己要想到自己本身就是说是在社会之中人类之间是一分呢合作关系之中的一个因素，一个单位，一份力量。如果你自己放弃了你的工作，你还想吃，
还想穿，还想住，这不合理，这不公平。所以呢，这第一个，你不要说是为了拿薪水，而是说这份工作啊，我正在做的时候啊，是我参与这个社会生活的必须的付出。所以最后的月底拿个薪水，薪水就是拿了以后我想要获得生活的所需的代价。人人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人人就在这个情况下生活。我们这个社会是互助的，是合作的，不仅仅是啊单独的一个人生活的。说只要有一个人不工作，你不管拿薪水不拿薪水，你不工作就是为他人呢制造了一份负担，多了一份累赘，你没有良心，你对不起大家。还有如果你的智能高，智慧能力技术比人家强，那你是造福于人群。虽然你也是同样的拿一份薪水，可是你奉献多，你既然奉献多，你得到的回馈啊并没有像成正比，如你付出的那么多，你得到的少而付出的多，这个也是很好啊。这个我们叫做什么积缘，我们积人家的缘，有能力积人缘，帮人的忙，帮社会的忙，那就是一个菩萨精神。你不想做菩萨也没关系，你多做一份呢工作，多对众生一份奉献呢，你在天国的银行多存了一份呢财产在那里，你的储蓄就是功德的银行里的有了储蓄，那你越储越多，那你的福德福报越来越大。所以人在这个社会上呢，应该是要尽自己的能力所知所能而成长，增进自己的能力，然后呢来服务于社会。所以我们现在大家去上班就叫做服务，对不对？我奉献的越多，我觉得很感谢你们有机会让我服务，哎，这个让我奉献呢，我很高兴。所以这个一定要有这样的态度的话，你就不会倦勤，你就不会啊有职业的厌倦，你也不会啊有一种啊职业上的这个无奈。你有进步没有进步，你都是奉献，你只要有一份工作都是一份的服务。如果有这种观念的话，我相信呢你每天工作得很愉快。我们要来谈一谈相处之道。在瞬息万变、价值观念混淆的社会，人心越来越茫然不安，尤其是在一个小的空间之内，譬如同一间办公室的同事，常常呢会因为彼此间的互动关系造成了相互间的争执、猜疑和嫉妒，影响了彼此的和谐。让我们恭请圣严师父为我们开示，在办公室内大家应该如何相处。我是没有在办公室里是办过工了，也可以说有过，但是没有这么大的经验了。不过呢，从佛法的立场，我们可以啊体会到人与人之间呢，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样的环境下，彼此相处的关系啊应该是啊相通的，应该是相同的。不一定是办公室里边，就是在我们寺院里边，在一个大殿上啊，
也是一样啊，相处会有一些问题的。一个大办公室或者是一个小办公室，总有啊好几个人在一起工作，或者有好几十个人在一起工作。那么这些工作的人员呢，总可能呢就是分工合作，你做你的部分，我做我的部分。但是呢，分工并不等于说互相不往来，而是分工之中啊，可能呢就有一些呢，你做多一点，我做少一些，如何的能够啊彼此协调的那么的呀、啊、这个顺利呀、啊，这个就是说要看，一个是要看制度，另外一个呢要看看我们彼此之间呢相处的，人与人之间相处的一种态度啊，心态是怎么样。我常常讲啊，人跟人的比较心呢，如果说完全没有，那不可能的。但是呢，常常跟人家比较的话呢，这个人也是很麻烦的。比较的时候就是说，人家做的多了，人家做的好了，心里边产生一种啊妒忌心。嘿，奇怪，我们大家都没有这么做的那么多，做的那么好，你凭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做的这么好，这是一种啊计较心，而产生了一什么妒忌心，而且呢还要在旁边说风凉话，还给人家讲，这背后讲，这是人家听到了舒服吗？另外呢，自己做多了一部分，自己做多了一些的，就非常的呀不服气。这些人哦，那一些人哦，他们也吃那么多的饭，也拿那么多的钱，哎，他为什么做的那么少？我们做了那么多，自己做多了自己不甘愿，啊、哎，老是计较人家做的少，做的多。事实上，不要说一个办公室，在一个家庭里边一样如此的，一个家庭里边的兄弟姐妹之间呢，有的兄弟非常的乖巧，有的兄弟姐妹啊不乖，而且呢他专门呢不但是不乖，而且还捣蛋呢、啊、不为家里边来分劳分忧啊，而且还来调皮捣蛋。但是兄弟姐妹之间怎么样，要不要计较一下？事实上，我们这个世界上啊，在任何环境里边，多有一些人呢是特别能力强的，有一些人呢就是能力差的，有一些人呢有能力有头脑，就是呢舍不得用，不愿意付出，就是看到你嘿嘿嘿嘿，你们去做，你们去做。而自己呢，你们做错了，他在那边冷笑一下，还要说几句风凉话。喂，你看一看，你自己活该呀，谁叫你去做的嘛，你不会做，你做成这个样子啊。那么这种人呢，常常啊眼睛高手低，他自己不做，专门叫人家做了以后呢还要批评人。像这种人在我们的环境里蛮多的。还有一些很喜欢拍马屁的人，老板呢眼睛呢只是看到啊那一些专门在老板的面前转过来转过去，说一些漂亮的话，好听的话，奉承的话，恭维的话，做一些表面上的工作。老板呢挺看到，哎，这个人这么忠心，哎，这个人这么好。老板多半的眼睛呢有一点盲点，就是不能够看得那么清楚。你是很乖很好很努力，因为你没在老板面前做得好，而你做的工作呢，结果让老板呢，不是让另外一个乖巧的或者是阴险的，他把你的工作啊变成他的工作，他在报的时候告诉人家的时候，那个工作是他做的。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你怎么办？我们呢站在一个佛教的立场，站在一个因果的立场来说呢，
我们不是啊，为了，一定是为了老板知道不知道。我们呢不一定要人家说好与不好，我们呢忠心的耿耿的呀，来把事情做好，把事情做好，也许就是为老板赚的钱，但是呢，老板赚钱的同时，我们呢也为整个的团体、整个的社会呢，也做了一些贡献呢，这也就够了。所以是事情做好，人也要做好。有的人呢，事情做好，人做不好；有的人呢，人做不好，事情也做不好，那就糟糕了。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事情做好，人也能做好。至于说人家看到你看不到你没有关系，我们应该呢要对同事的相处，我们自己呢尽力而为，尽心而为啊，我们不跟人家计较，要为他设想，而为公司设想，为老板设想，我们就忠心忠诚努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至于他人如何，不要放在心上，这样子的话至少把人做好了。我们说的节目里呢，圣严师父开示了在办公室内同事之间的相处之道。那么在办公室里担任中层主管的人又该如何扮演好桥梁的角色，让上层主管跟下层员工之间意见管道畅通无阻呢？让我们恭请圣严法师继续为我们开示。因为我也没有学过管理，这个是属于啊专业的知识，这个开管理学的课，或者是啊去听一听啊，就是工商企业的管理，这是说经理啊，就是管理阶层的一个主管了。所以这个专业的学问应该不是我讲，我不会讲，我只能够做一个出家人，做一个佛教徒来看一个中层次的，应该说中高层次的一个负责人应该是如何的呀来做好自己呢？最糟糕的一种啊，这种主管的最糟糕的一种形态是什么呢？对上面呢吹捧，而对下边呢欺压，把下边的功劳呢全部啊拉归自己，对自己呢出了纰漏呢全部推给下边，上边交下来的工作啊责任呢全部往下去交，这个上边交给什么工作自己不需要动头脑也不需要去努力，全部往下交，交下去让他们负责，下边做好的是他的功劳，做坏的是下边的过失。如果是上边呢需要解决问题请教他解决问题的时候呢，他不能够提供他的智慧，而这次呢说啊老板你的思想你的观念你的看法高明远见啊、哦、你的智慧这个高，本来老板呢可能希望他提供一点意见，但是呢他就把老板捧一下，把老板捧得这个觉得嘿嘿这个蛮不错的，让老板呢上当。老板本来啊没有信心，他想问一问呢、啊、你下边的给他什么意见，但是呢你下边不给他意见反而就
说老板不错，老板的看法这是最正确的，老板的做法是最好的做法，这样子一来这个害了老板。另外呢，下边发生的问题，事情发生了之后自己不处理，马上向老板反映，说老板啊，我已经把事情处理得好好的，但是呢有一些人呢怎么样子的坏，怎么样子的麻烦，而增加了我们许多的困扰，看看老板是怎么办。好的事情呢不下边好事情不向上面报，坏事情呢不向上面报，报了以后反正出了纰漏了，他说他是啊全权的负这个说全权什么授权的，是分成授权呢，下边全部我已经承担了，那下边没有做好，那应该开除的、应该记过的、应该负责的是谁呢？当然是下边的人了。那开除的是开除下边的，记过是记过下边的，而他自己完全没有事。请问诸位，这样子的经理好不好啊？哎，对老板讲，老板还是很喜欢这种经理。我告诉你，老板呢很喜欢这种人，所以是有许多的人认为呢，这个最好的、最英明的老板呢，不是喜欢这种奴才性的人，这种啊专门来上捧下压的那一种人，而是喜欢呢好的这个老板，英明的老板是喜欢什么？能够提供啊宝贵意见的这个经理。还有呢，老板本身最好是啊不用太多的头脑，只是呢只要掌握政策的这个原则、政策的方针。老板交代的不是啊技术的问题，老板不是啊要告诉你怎么样子做怎么样子做，老板只是说我要做什么。这个是呢最好的老板呢、啊、是这样子。那经理怎么样？经理也就是说你是个中层次的这个主管呢，就要为老板好好的策划、好好的设想、好好的研究、好好的要执行，然后呢分的工啊要分得很细，一步一步的分工以后呢，要对下边的每一个部门呢，这横的方向要给他们做协调，这个直的方向啊、直的这种系统啊，要给他们呢一个一个的安排，要给他们呢这个处理所有的问题。所以关怀所有的人、所有的员工、所有的事，自己了如指掌，而且把他们呢都一样一样的能够啊清清楚楚的指导，这种这个所谓经理啊就是最好的经理。可能呢老板要问你一些什么事的时候呢，这个做经理的人要非常这个坦诚的、非常呢细腻的来给老板呢分析，来给老板呢做报告，向老板呢请示。我的原则希望就是说，事前呢要请示，请示是原则性的，事后啊要报告，报告是重点性的。如果把经理这样的角色做好的话，这个人能做大老板，能做一个公司的老板，也能够做一个国家的领袖了。那他是用人才他会用，训练人才他会训练，那么做事业的时候他会经营。那我不是学管理的，我只是呢我对一个寺院如何的经营，一个寺院的团体如何的呀用佛法来我们这个照顾和关怀，我以这个原则呢我讲了今天这样的主题。阿弥陀佛。
在现在这个工商业社会里，人们因为彼此间接触频繁，因而产生了很多的摩擦跟不满，抱怨的声音呢也此起彼落的出现。因此，如何能够有效地排除抱怨、解决问题，已经成为现代每一个人都应该具备的修养。听到了抱怨的声音，我们应该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和观念呢？我们又该如何来处理抱怨事件呢？让我们恭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抱怨就是不满意嘛，任何人都会不满意啊。能够事事如意、事事满意啊，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事啊。抱怨本身呢，是听起来不舒服，抱怨那一个人呢，自己在抱怨他人的人也不是很舒服，自己在生气才会抱怨呢。但是听到抱怨的人、被抱怨的人也不舒服，但是这种现象是难免的。人与人之间，甚至于亲人之间呢，亲子之间也在互相抱怨的。母亲也会抱怨儿女，儿女也会抱怨父母，父母爱子女没有话讲啊，但是呢抱怨照样的有。母亲啊，看到孩子不听话，他可能就在父亲的面前就抱怨了，这个孩子啊长得就像你一样，这脾气那么坏，我怎么教教不好，就像你一样长得，你赶快好好管管他。这个是母亲向父亲抱怨他的孩子。像这种情形处处都是，常常都看到，从家庭里边到社会上的每一个角落里边，都可以说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了。所以要把它当成正常的现象，是啊，平常的现象。那你接受抱怨的人呢，就不会的那么的痛苦。否则的话，人家抱怨呢，你就感觉到你是无辜的，你是受害者，你是被害者，你是受折磨者。我明明的，比如说你想，我明明的对他这么好，他为什么还要抱怨我？我已经替他处理了问题，这是为他好，结果他还在抱怨我，这个叫做狗咬吕洞宾，不说好人心，对他这么好，反过来还在抱怨我，这种情形是啊，觉得心里头没有办法平衡的。可是，如果你反过来想，人非圣贤，人人都有过失，那也可能真的是自己的过失嘞。他抱怨的很有道理呀。另外，人人呢都是凡夫，凡夫啊不能没有烦恼，有烦恼就可能抱怨。哎，他可能他自己有了烦恼，哎，他的烦恼不一定就是因为我而生的烦恼，哎，但是他有了烦恼，他借我作为抱怨，我是他的出气筒，让他发泄一下，让他批评一下，让他抱怨一下，抱怨过以后呢，他可能心里头比较平衡了。虽然我不一定要替他解决问题，但是他自己的问题因为抱怨我一下，他自己的心里头平衡了，哎，这也很好啊，那个帮助他的忙呢。可能就是他的问题，可能就是自己的问题，也可能呢他也没有问题，自己也没有问题。这是啊，有人误传呢一句话而使得他在抱怨我。像这样的情形呢，我们呢设身处地的为自己想，为他人想，第一自己不要抱怨人，第二接受人家的抱怨，第三听到人家的抱怨呢，自己不要难过。相反的，孔子说的君子闻过而喜，
听到人家说自己不好，抱怨自己，自己也欢喜，他表示他还看得起我。如果用这种态度来看抱怨的事件，那我们心中啊就认为抱怨就是正常的。还有一些人呢，听到抱怨以后啊，有这种态度，说啊，亲在自亲，足在自足，我事事胜于雄辩，你抱怨你的，我装的没有听到。人家第一次抱怨，第二次抱怨，第三次抱怨，你呀相应不离，这样的问题可大了。他就把你当成仇人看了呢，本来是把你当朋友当亲人抱怨，结果你相应不离，他把你当成仇人，认为你呀已经放弃了他，认为你呀已经把一道墙啊给他打得迷迷蜂蜂的，你已经跟他是啊已经绝交了。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是可大了。所以抱怨，轻的抱怨呢，听到了以后给他点点头，说我知道了，你讲的我知道了，他只是要你听到而已，他不一定要你怎么样，你听到了，听到了他你就够了，他也够了。然后呢，重的抱怨呢一定要回馈，一定要处理，就是他说错了的，他抱怨错的，他弄误会的，那一定啊要找他协调，找他恳谈，也就找他谈心了，那找把事实啊让他了解。另外他需求的而没有达到目的这抱怨的话，那一定啊要告诉他，现在我正在处理，处理的情况怎么样，结果会怎么样我再告诉你。处理的结果还是没有办法如他的意，那也请他原谅，说我是已经处理了，我的能力在今天在这个状况我只能够做到这样子，那就是请你谅解，那请我们彼此共同来合作，我已经没有办法能够做得更好，但是我已经尽的力，让你知道我已经尽的力，我真正的尽的全力，也不能骗他。所以这种就抱怨的事件一定要处理的。阿弥陀佛。人与人之间呢，常常因为个人主观坚持而形成了沟通跟相处上的障碍，甚至呢会影响到工作和家庭。但是有些人在沟通之后呢，都会认为对方了解我的意思，所以呢他会改，而且一定要改才能够跟我配合。那么这种沟通的观念对吗？怎么样才能达成有效的沟通呢？让我们恭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作为一个菩萨，或者是呢作为一个正在学习啊菩萨道的人呢、啊、或者是作为一个佛教徒，我们不能够离开群众。因为学菩萨的人呢，第一句话叫做啊众生无边誓愿度，要度无边的众生，那就不能够啊离开人群呢、啊而自求啊自了，或者是呢自求安乐，或者是呢堕善起身，那就不是啊学佛的人，那就没有办法度众生了。既然是要度众生，我们必须要第一要奉献自己给众生，第二呢要接纳众生呢的种种的问题，来帮助他
解决问题，然后才能够啊把佛法告诉他，他们才能接收。所以是佛法里边呢有一个叫做同四摄，四摄法，四摄法的意思呢就是用四种方法来引导众生呢进入佛法之门，进入修学佛法的大道，叫做有四种。四种里边呢有一种叫做同四摄，那么第一种啊就是布施摄，第二种啊叫做力行摄，就是力，这是布施、力行、同事这三种啊非常的重要的。还有我们要度众生呢，不是强制众生接受我，我们一定要让众生能够接受我们，这首先要接受众生。所以接受众生、度众生，往往有的人呢站在姿态高高的说啊，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佛法是这个样子，我告诉你这个佛法太好了，你一定要有，你一定要信，你一定要接受，你一定要照着去做，这个是权威，这不是啊来感化。佛法讲啊是要感化人，要感动人，而不是呢去啊教训人。菩萨都放的姿态啊身段呢、啊、都是低身段低姿态，融入于众生群中，跟众生群里边的每一个众生都是平等地位，甚至于还要让众生感觉到尊重，受尊重，而自己比他要低一点，那叫做礼贤下士啊，那才能够使得众生呢能够对你呀产生好感，否则的话众生不能接受你。因此所谓沟通和协调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原则啊来达成沟通协调的目的。在普通的一般的人呢，所谓沟通协调往往啊是让人家接受，让人家来接受自己。我有一个学生呢，也可以说是我这个弟子了，他去做沟通协调的时候就把自己啊就告诉人，现在我为你设想，我告诉你现在你一定要这样子做，你不是这样子做的话你麻烦了，而你非得这样子做不可，我现在是啊来跟你沟通的，你一定要接收，你不接收呢不行的，然后再问一问你接收有没有困难。那对方想要讲困难的时候啊，这不是困难，你接受了以后这个困难就自然解决，然后再问他你有没有什么困难，人家又要讲又要困难，好你不要再讲，你保证你接受了照我这个去做一切就完成了。人家说我打个不能接受哎，啊怎么不能接受，我讲的这些话你听懂没有，那对方说我听都听懂了，那你听懂了你就接受了，但是呢对方说我是听是听懂了，我但是我好像我没办法接受了。像这样的沟通这是啊单线式的啊，这个是填鸭式的，这不是沟通啊。真正的沟通一定是先要问他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求，有什么需要，来我帮助你。我在日本留学期间呢，到任何商店呢，日本的店员一定会一句话，你要什么，你告诉我你要什么，我看看我能够帮助你什么，是这样子讲，非常简单。所以我们呢要帮助一个人的时候啊，不要预先设想好你的策略或者是你的构想你的计划，你把它丢给他套给他送给他，那不行的。还有中国人呢请人家吃菜，上一上桌子的时候把什么辣的酸的甜的
这个硬的、软的、生的、熟的，就是全部不断的把它加给他，加给客人，加给客人。这个客人吃的这么多，这个吃也不行嘛，不吃也不行。像能不能吃不知道，但是呢，在西方，有一次呢，我家菜给我的一个西方的学生吃，他就骂我来了。他师傅，你知道我喜欢吃这个吗？师傅，你知道我需要还要吃吗？他就质问我，哎，那我就觉得好吧。从此以后，我先要问一问，你还要吃什么？你这些能吃吗？我这样子问了。所以沟通协调的原则，一定就是说为他设想，而让他说，要他的要求，我们呢帮助他，然后呢告诉他我能够帮助他什么，这个就是沟通协调做成功了。否则的话，单向的一定是做不好的。阿弥陀佛。的时候，或者碰到挫折跟困难的时候，佛法的智慧又能够给我们什么样的帮助呢？让我们来请教圣严法师。师父您好。陈小姐好。是，很多人啊都很怕碰到逆境啊，觉得好像哎呀碰到挫折困难就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那么碰到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师父给他们什么样的忠告？其实如果没有逆境现前呢，这个人不能成长。所谓不经一事啊，不长一智。挫折是啊一种经验，是一种过程。逆境呢是一种考验，也可以说是一种锻炼。能够面临逆境而心不乱，没有怨，没有恨，而是以冷静的智慧来处理，以慈悲的心来看待，那逆境就不是逆境了。嗯嗯。逆境其实我们走路啊，或者爬山啊，稍微走远一点，脚也会累的，身体也会觉得疲倦，这个不能叫做逆境的。是。这是个过程，所以任何事。这是非经过不知难的，没有一样事情是没有逆境的。但是呢，在挫折当前的时候，不以为是挫折，那就不是挫折，那因为这是一个过程之中一定可能发生的现象嘛。嗯哼。那自己考量啊，就是把它这种逆境就把它考量进去的。我们呢做任何事的时候，先要考量到正面和反面的、负面的，这个两面呢都考量到，那个才能够进可以自由，退也可以自由，这也是生疏自如，进退自由。这个你算不算逆境呢？不算呢，已经把它考量到了的，那就不是逆境。可是呢，当我们呢考量到了以后，还是重重的难关呢，不容易通过的时候，是有一些心里不舒服的。那顺利的路都好，那个遇到的困难的紧接出现了，是不舒服。可是呢，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有信心。信心是什么？我不为己，我是为了整个社会，为了这个社会、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的人。嗯。那这样子经营、这样子做的话呢，逆境当前呢？一定相信呢，逢凶化吉。如果仅仅是为了自私心、自我的一种心，你不管怎么样，就是再顺利，逆境出现了以后啊，你就一败涂地。非常顺利，非常顺利。一旦逆境显现，就是自己呢就没有办法再起来。如果像我刚才所说的，
自己没有少一点私心了，不能够说完全没有私心，少一点私心，多一点呢，为大家的为公的心，那逆境向前是没有问题的。是，那是不是可以具体的说明一下？就是说，当我们在工作上碰到挫折或者碰到困难逆境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遇到逆境的时候，第一个就是做意料之中的困难。会出现意想之中有困难，不知道是什么困难。如果意料之中已经知道逆境是什么，老早已经处理掉，已经不会发生，那就不叫逆境。哎，根本什么样的逆境现前不知道的，如何的解决？第一个用自己的智慧，自己的智慧自己的能力不做没有办法处理，我们要找人，是不是找到专业的人，或者是找到比我们自己更高明的人，或者是呢不一定是比自己更高明，几个人讨论一下，可能呢上个臭皮匠啊，胜过一个诸葛亮，胜个诸再过一个诸葛亮，也可能把当时的问题可以处理的。单独一个人呢会钻入一个牛角尖呢出不来，不知道怎么处理，两个人三个人讨论一下问题，哎，就能够处理了。不要慌张，要很这个镇静的来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是镇定，镇定自信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是，那么其实师父啊，我觉得我个人的经历来讲啊，我觉得逆境还不那么可怕，因为碰到逆境的时候，它事实上激励你啊，要冲破这个逆境。可是我很怕处顺境，很多人会觉得顺境很好，可是我在顺境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人在顺境的时候难免志得意满，常常会埋下你失败的种子，是不是这样子的？因此呢，必须居安思危，必须要时时刻刻要谦虚，要谨慎，不能够啊自高气扬，不能够啊傲慢、骄傲、自以为是。因为任何事情成功顺利都不完全是靠自己的，跟环境有关系，所以时势造英雄，跟时代的背景有关系，跟当时的大环境有关系，和当时你是结交的相处的人有关系。嗯嗯。所以是呢，当然自己有一份力量在里头。是，有的人说自己运气好，自己的能力强，没有错，自己的运气好，所以遇到那么好的姻缘嘛。可是运气不是老是跟着自己的，好运有时间会离开的，所以是当正在有好运的时候要小心。所以是我们等于说爬山爬到最高峰的时候小心了，你这个时候已经到了最高峰，下边的路是往下走的，不能够是因为到了最高峰的时候自己洋洋得意，那这个时候一掉下去起不来了。如果知道到了高峰下边是会下坡的，走下坡走一阵没有关系，你另外一个高峰还会起来。这个人生的过程就是起伏起伏这样子。哎，所以是当自己得意的时候请诸位不要骄傲，一定啊说下边可能是走下坡，要好好的走了。上坡有的时候上坡容易，这个小心小心，下坡的时候会大意，一跤掉下去可能就是粉身碎骨，也至少腿地断了，会这要小心。是，所以这处顺境的时候不可以骄纵，处逆境的时候不可以灰心。对对，非常好，非常谢谢师父的开示。知道 EQ 非常重要，那么 EQ 呢也就是情绪智商。那么现代人在职场上需要什么样的情绪智商？那么这跟佛法又有什么样的异同呢？让我们来请教圣严法师。师父您好。陈小姐好。
是，师傅，您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们啊？就是说，在工作职场上，如果想要工作顺利的话，我们需要什么样的 EQ？ 我是不懂什么叫做 EQ 哈，但是用佛法作为调心呢，就是制衡我们的情绪。好的情绪啊，其实就是一种慈悲心，一种同情心，一种关怀的心，一种啊希望的心，还有一种啊欢喜的心，这都是这情绪的一种啊调整啊。如果情绪不能够调整的话，那我们通常的一般的人的就是称心而为的，或者是呢任性的人，或者是自己呢没有办法来管理或者是呢了解自己性格和情绪的人呢，就是很容易愤怒，很容易失望，很容易悲观，很容易啊妒忌，很容易怀疑，类似的这种心理的一种现象啊，大概也许都叫做 EQ 吧。一个是EQ 的成分差，品质差；一个 EQ 的成分比较好，的品质好。每一个人都具备的同样的一种心，我们这是信念或者是情绪都可以啊，但是有的人善于运用，有的人不善于运用。善于运用的人我们叫做智者，是有智慧的人，不善于运用的人叫做愚者，是蠢人。因此我们在工作场合或者是跟人相处，其实做事情呢往往比较容易的，是在工作场所一定有相关的人，这相关的人包括啊自己的同事、自己的老板、自己的客户，这都可能让自己觉得不舒服，让自己的就不能称心如意啊，让自己不能够满足，那就产生了情绪的一种啊反应。那现在的人叫做反弹，在遇到任何情况发生呢，听到任何的不同的意见呢，就一种反弹，这是我们台湾的一个新名词啊，已经有多少年了，那也就是说抗拒的意思，抗拒下边就是抗争，抗争以后就是变斗争，斗争以后就是战争了，变成在这是情绪啊，都是情绪的问题啊。因此我们佛法呢要首先了解，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遏制的情绪，品质的这个情绪的品质，每一个人都是啊，基本上都不是很好的。是。我们这个叫做烦恼心，因此需要有这个方法啊，用观念的疏导，用方法的练习，就能够使我们的情绪啊能够啊平稳，是使我们的心理能够平衡。那观念是什么？ 对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观念呢？就是要认定我们人与人之间相处一定有问题的，那两个人不一样，两个人的想法不一样，两个人的这个立场不一样，观点也不一样，两个人的需求也是一样，互换是两个人以上的一个场合。还有我们通常啊对一个人的评断是对一桩事的发生都啊不是很清楚的，对自己都是不清楚啊，不要说是对另外一个人的一种评断一种看法，都是在猜想，站在自己的立场来判断，站在自己的立场来猜想，
站在自己的立场给了他下了一个结论，嗯哼，这是不公平的。你如果想到这一点，那我们在观念上也转过来，对，就能够心平气和。如果心还是不能平，不能气，不能和啊，气也不能和，心也不能平，怎么办呢？那就要用方法了。是，那就方法，我们常常用的就是你念阿弥陀佛，这是最简单的。你念阿弥陀佛，自己晓得自己在念阿弥陀佛，你不要把念头老是对着他，不要把他当成对象，你的转移，你自己的念头啊，转移对象。嗯，对象是什么？念阿弥陀佛，自己在念阿弥陀佛，心向内看，不要老是对着外边的放不下。嗯哼，这样子的时候情绪就会平衡下来。啊，另外还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我是常常教人家享受自己的呼吸。啊哈，享受自己的呼吸，享受自己的呼吸。啊，你遇到任何的不平衡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说外在的情况啊，要平衡是很难的。我最重要的，我还能够呼下去是最要紧的。没有呼吸，我就不能呼下去。有呼吸，表示我还是活着，能够呼下去，叫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现在你生气没有用的，我心平气和来处理这桩事是最要紧的。如何的心平？注意呼吸，享受呼吸，你的气就是和的，气和心就平。心就平，你智慧就出现，有智慧就能处理这个问题，也不必生气。如果对方始终坚持着他的想法，那也没有什么关系，至少自己没有那么痛苦了。